也很感谢摇滚台中的邀约。对，我们今天有准备我们的，我们没有周边，我想一下，贴纸，对，贴纸，贴纸会放在可能官方的或者是乐团的周边区，其中一区，官方区在上的舞台旁边，然后乐团周边区在那边，我刚好去逛一圈，对，而且有很多很棒的摊位，如果饿的话也可以。这样，对，大家可以去逛逛，刚刚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帽子，有点想买。好，大家下一首歌。稳定生活多美好，三秒魔咒。背着沉重的背包，